嗯哼，来自小兰的四千点券已经到账了。不过这衣服嘛，感觉这个骑士不错，这两个女角色太好看了，不适合打架，目标就你了。抽奖真是卑劣 ，BGM 奏起，直接先来个十连抽。喂，烫了吗？就一个雪花，就先抽中一个雪花，才能有机会抽右边的皮肤，相当于要过两道门。麻花藤太会玩了，第一次60块就换了一个三级包皮肤。再来，大哥呀，你能不能多停在雪花上面几个？又是他喵的一个，能不能停在一个好地方？我去，一个二级头，来个三级的也好啊。再来，我算是发现了，十连抽就只能进二道门一个。大哥，来件衣服吧，一个二级背包，继续，不用看了，肯定又是，只能过去一个。天灵灵，天灵灵，来个头盔行不行？哎呀，三级头，不错啊，不错，再来个衣服就行了。托起降落伞，继续。我去，背包挂件，他秒的这么小，要你有啥用？完了，不够十连抽了。来了几次单法，终于过去了一个。大哥，给个机会吧，400块，好歹给件衣服穿吧。停！啊，中了中了，看来要准备撤衣服了，那就趁他病要他命，再来个198，2000一到账，绝对要膨胀，先来个十连抽。这他喵的60块连二道门都没进，这马花藤太狠了。接着一拽单抽，中了一个一级头，一个一级包。然后我发现这他喵的还能兑换，刚才竟然忘了兑换一个骑士，走人！看看这几百块买的衣服长啥样，还行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